富裕、辟邪又体面。赤绿的本质就是形成铜绿，保护铜雕免受大气的污染。Hello， 百度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子怡，是百度国潮季向往的国潮特邀文化新推官。万物皆可雕，今天我给大家讲讲雕的技艺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铜雕技艺。国有重器，大家经常听到的问鼎中原里的鼎，就是运用传统铜雕技艺制作而成的古代重器。所以，这铜的重要性你就看出来了吧。婚庆喜事总要有点铜，富裕、辟邪又体面。铜雕的内容十分广泛，杭州雷峰塔、四川峨眉山、大雄宝殿都是代表作品。它的技法主要有点刻、制绿等，其中制绿的本质就是形成铜绿，保护铜雕免受大气的污染和雨雪的侵蚀。很多小伙伴们眼睛加上的绿色其实就是铜绿。今天的非遗小知识你get到了吗？上百度 APP 搜索向往的国潮，了解更多。百度国潮季，发现新国潮。我是王子怡，关注百度百科，秒懂本尊大，与我一起传承非遗，守望文化。